先今天非常感谢大家，就是在十一的这个时候，也是中秋佳节的时候，抽出时间到舟山过来。今天这个场合，为什么我其实还比较重视？因为我一开始做这个工作室的初衷，就是因为自己想喜欢买很多琴。这个音色品鉴的话，它是一个没有说绝对的一个好坏，所以我们今天有很琴柜有很多，但是有的琴可能调试的状态不太好，或者说它不是最佳的状态。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这一点就对那个品牌有一些就是不太好的感官什么，就是我们就是以一个比较平常的心态去看每一个产品，因为不同价位的产品它本身的话就是它就属于一个不同的阶段，是我们虽然说已经懂了一些，但是还是以一种比较宽容的一个心态，因为很多人他可能对古筝真的不是很了解，他所能接触到的真的就只有润扬，可能就只有蝶泉，这不是我们傲慢的理由，所以这点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今天所有大家听的琴，我主要是想展现一种，就是说不同的音色风格，可能会有几趴吧。一个是入门这一块的话，从最差的到相对比较好的入门。敦煌这一块的话，因为高端琴已经卖了嘛，所以就是可能只有694到698的这一块啊。希望明年的话有比较多的高端的9698。红声这块的话是今年可能是比较好，今年红声的话会比较齐全。所以我也比较鼓励大家今年在试的时候可以多上来，就是自己弹一弹感受一下。那我们现在就请杨老师来弹琴吧。首先第一台的话是大家很熟悉的淘宝爆款蝶泉啊，价值586块钱包邮送价这么可以啊，好的，知道了，等会儿来听就会听。
刚才好，但是你好了多少了？对，好了多少了？声音比刚刚那个要好很多，空灵一点。通透一点，特别是第一名，有没有感觉？亮一些，是吧？就是手感上这块的话，已经不会出现像800、500那种琴那种噼里啪啦的那种感觉。这台就是典型的敦煌的意思，3100好像是最便宜的694，比较对，它比较小，瞬间舒服了一些。Thank you.
是因为开过匣子吗？听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在这里大概说一下，就是你们听的时候要听什么东西啊？一个就是说音区的过渡，就是从高音到中音到低音，它是不是你觉得听起来是不是比较舒服？有的琴可能高音比较亮，然后低音中音突然开始闷闷的，那这种就是音区过渡不太平衡。你听了多了好了，你就会知道音区过渡不平衡是什么。比如说像那个蝶泉那个琴，它是属于音区过渡极度不平衡的。就是它可能一下子就音一下子掉，一下子就是会有这种。然后还有就是说的话，它就是在一个音色过度平衡的一个基础上，你再去听它的这个音色风格，你现在可能听不出来，或者说没有那么大的差距，因为现在基本上还都是属于上海筝的一个范围，都是还是属于现代工艺比较亮的。所以就是你们先感觉一下这个高音啊、低音啊、中音，特别是你们在弹的时候啊，我看很就是很多人弹的时候可能都是靠近这个位置，然后到了低音的时候你还在这个地方弹，但是你低音在这个地方弹的话是无法引起这个低音琴弦的共振的，所以你需要低音弹的话你要往这个方向去走，所以你左手在，所以我为什么刚刚你们单指说我让你们上左手，就是让你们在这个中间是就不一样的力度，这个声音出来都是不一样。还有我们就再往高阶一点说的话，就是到了乐曲上面的话，你同一个琴弦上不同的变化可以帮助你乐曲的一些处理啊什么的。那我们现在低端琴最开始的时候先是听这个音区过渡，是不是最简单像蝶泉一样，会不会有那个炸音啊、破掉啊、打板啊各种情况。然后还有就是按琴弦，但因为你们很多还没有触及到按琴弦的部分，但是你可以看到比如说像老铁啊，或者说像莹莹啊，那老铁可能按的话一下就不可能按到位，他可能不太熟悉这个琴，那莹莹的话他可能相对比较容易按到位，那老杨的话就是接触到会更加快一点。所以为什么说他弹琴可能你们觉得都差不多，因为他就是习惯性的控制，然后把这个音程这个控制在这个琴的承受范围之内，所以你们听起来最后会，所以有的时候我就特别着急，就很想自己上，你知道吧，就是你们都没有把他那个缺点展现出来。这不是大力啊，这才是老铁提升。单指就这个力度吧，左手没有力气。7000多块钱，所以你们现在来听一下这个用户的饰面有什么不一样，肯定能听不出来。
种高档的家具木材，但是不是什么东西高档的装到壶上都会比较好听，所以你是自然木啊，什么什么啊，什么啊，你们都懂啊，是吧？Thank you.
应该是让敦煌来弹这个曲子啊，应该试一下敦煌弹。应该对你现在高兴很高吗？听一下红声好了，一样是那个蛙针，用红声弹一下出水莲，你们再感觉一下不一样的蛙针。再来一次。Thank you.
韵传统那么强，但是它这个共振比东韵好很多。但是它出不来那个流派的那种。对。对，它出就是没有那种感觉。听说两台之间不一样吗？这个共鸣很真的是
9,000，然后这个是35,000的，然后待会儿直接听40,000多的565，然后红心这一趴我们就算是听了。你为什么麻起来是黑的？所以你不要恨它，你不要恨它，因为它是有那个碳化的，你可以把面板摸白的。啊。没有，实际上我怎么说呢？就是你经常说亮啊，亮有分真亮、假亮，有的是透亮，有的是那种就单纯的亮的话，有的是噪亮。就如果我解释一下你说的那个亮，实际上它的音、啊、是它的音量大很多，它的通透度，它整个、你看它那个箱体的厚度也是不一样的。你这个共鸣出来的话，它本身亮的话可能只有这么一点点，然后把你声音放大之后，所以你说这个亮，我觉得更多是这个音量上的。就是觉得那一台更透一点，嗯，对，然后声音更容易出得来，嗯，然后那一台就感觉软一点，温和一点，就这个，相对而言是吧？对，相对这台而言，啊，因为它。
又弹玉中学，我不会弹。没有，你来一段嘛，听一下。按不到，按不到呀。他电脑就按不到那个音了。啊，没事，就这样吧。我就用低调弹。Thank you.
三分钟学会沧海一声笑嘛，为什么没有人弹呢？不就是脱脱模脱模脱嘛，对不对？没事，你这边脱吧，脱脱脱脱脱，随便你脱。杨新宇弹得好，好。